好冷哦，受不了。Turn right to the last corner, the outside hot spring. The outside, we make a time slot for gentlemen and for ladies, and also private use for the guests for each. 谢谢。他们刚才帮我们把行李箱搬上去了，超辛苦的。超开心的 everything here. 我们就是穿着这一件，然后在他的饭店。It's for ladies. Wow. Ladies. Yeah. 等一下我们就来穿，然后去泡汤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嗨，阿里嘎多，嗨。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温泉饭店，你看哦，一进来以后。就会有一个小的空间，然后这边就是洗手台，还有呢，这边是晒衣服的衣架，这厕所吧，厕所，因为我们在这边会，我们在那边会洗温泉，所以就洗澡的地方就在下面。他刚才有说，在室内的那个洗温泉的地方就会有 shower room 这样子，然后、哦、超渴的，因为日本其实很干，这是吹风机，好小，好可爱哦。哦、然后还有喝水，还有筷子。我们刚才在那个电车那边买了一个便当，但是因为电车没有人可以吃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拎着它，等它就可以来。我们要喝水，那水在哪里？他们冰箱有吗？有啊，他很贴心帮我准备冰水，明明就-6度，为什么是冰水？对，果然就是日本。好，我们先来吃我们的便当，然后等一下再去外面再找吃的。这是我们刚刚在那个电车那边买的便当，对，我们到一个像什么 Doremi 的百货公司吧，看起来像是一个百货公司，然后买了这个便当，闻起来蛮香的，但是哦，真的很香，很饿了，虾子好好吃哦，哦，虾子很鲜甜，很好吃哦，这是炸蔬菜吧，感觉有红萝卜。嗯，这个也很好吃，有一点地瓜、高丽菜，应该是茄子，嗯，但是味道很香，很好吃。来吃，这是鱼吗？哎，你买这样多少钱？600多yen而已，850块不到。嗯，我们来看，在我刚刚在他一楼的时候，有看到他们有卖这个东西，然后一个他说很甜，非常的甜，我来吃吃看，很硬。这是糖果吗？小时候吃过的一种东西，只是它的口感又更硬，但是这个东西我现在想不起来。没有酵母粉的味道，你试试看，我给你们吃一下，它最后一种发酵的那种酵母粉，很好吃啊。因为甜所以你爱吃啊。很特别啦。有分男汤跟女汤，泡汤时间从4点到早上9点哦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泡一整个晚上。好，再进来，要走上去。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吃早餐，刚才还称鸡。这是你做给我的公式，然后呢，就还泡汤泡10分钟，户外的都没有人，好舒服。泡完汤来吃饭，他刚才有介绍这个是汤，然后可以就是煮火锅，就是混着一起煮的一种东西。这是蛋，他说蛋要加酱油，我们把这酱油倒进去点。然后还有这个味噌汤，嗯，他们的酱菜，嗯，还有这里的什么酱菜，嗯，
这么你还有饭？我都可以用的，里面也是用的饭。我来请个饭，我们等下要去爬山，所以今天要吃饱饱的。这边都是外国人，今天班这边的都是外国人，我都不敢讲话很大声。哎，我装茶的，我把它装成饭。没问题。我看一下，好像抹茶吧。嗯，应该是抹茶，应该是抹茶。日式早餐其实是他们推荐的，就是非常长寿早餐，因为真的就是营养均衡，有淀粉、蛋白质、蔬菜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就两片肉，不会胖，真的。谢谢。米一颗一颗，完全不会黏。因为有时候你吃那种烩饭，你会觉得它可能会黏在一起，它不会，它就是吃起来口感是颗颗分离，然后它已经有酱汁吸收那个香气，还有那种风味。不行啦，这是猪的，再煮一下。猪的，好，我们吃下去。我要吃的。嗯，好脆哦，豆皮，嗯，好，我喜欢吃这个。我对于各式这种豆制品类超有兴趣的，很爱，非常爱。腐竹啊，跟我都超爱。嗯，啊，我的肉肉，来来来。要珍惜，只有两片。好好吃哦，这肉出乎我预料的好吃，肉质很嫩，然后没有腥味，因为像肉有时候会有一些猪肉的腥味，完全没有，很香，很嫩。然后哇，肉汁饱满，这个只有两片，这个可以加点啊，好想要加点哦。搭配搭配够。这汤好好喝，就是口感浓郁，可是它不会很油腻，完全不油腻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一区不会像我想象中那种日本有没有都是很咸的。没有，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在这边吃早餐，我一定要来推荐这家这个民宿，那民宿名字叫什么？好像叫什么石亭表屋。OK， 我们在旁边打字给你看，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来。没有业配，只是真的觉得好好吃，而且不错。对，就是我们只是在网络上搜寻，然后出来玩，然后就是用 Google Map 这样找出来的。对，体验的感觉就是泡汤赞，住宿环境 OK， 好，然后OK 的意思是指说，当因为日式有更高级的这样子意思，那但是它整体这样性价比高，对，性价比高，然后早餐很好吃，对，四千四台币，对，这样就是一晚四千四，一个晚上四千四，对，嗯，满足，超满足的。